富婆又来给我送零花钱了。你以后都别想当吃沙发了。你很了解女人，我承认，但今天关于男人的问题，我就不信你还能懂。只要你今天全部答出来，我直接给你转5000块，就怕今天你不行。你再说一遍。你不行，你不行。我最恨别人说我不行，你给我听好，我要是有一题答不上来，我出来以后不能睡沙发，我还喊你三声姑奶奶。答题开始。当男人说我就喜欢素颜的女生，这什么潜台词？就是喜欢不化妆也好看的女生，前提是必须好看，长得好看，懂吗？我懂，你的意思不都说我的吗？对吧？对，你化不化妆都那样，脸上的器官谁也不服谁。当男人说我就喜欢微胖的女生，这是什么潜台词啊？就是喜欢肉长对地方的女生。那当男人说你要这么想，我也没有办法了。男人的真实意思就是该说的我也说了，能编的我都编了，你要还不信，我也没有办法了。当男人说很多人都说我看起来是个很花心的男人，那就是变相免责声明，以后出了问题别说我没告诉你啊。你当男人说必要让别人全都知道吗？你说他这话什么真实意思啊？就一句话，全部都知道了，我还怎么玩？你原来就是这么跟我说的，你原来就是这么跟我说的。